消防相组队协助维护治安、交通、旅游安全等工作，是让社区民众安心生活的重要力量。中华市公所29号颁发330万的补助款，协助21个社区的消防相组队添旧装备。另外，也来颁发104,000元的奖励金，肯定职业的消防相组队。消防相组队协助维护治安、交通、旅游安全等工作，让社区民众的生活更加安全，是平常时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。中华市公所29号上午也颁发补助款。协助辖区内21座的社区消防相组队添旧装备。啊，较大队的，就是过6天以上的吼，一年啊，因补助16万。啊，那过4天至5天的吼，是给因补助10万。啊，每一年阁有一个评比的比赛，阁予因奖金。啊，所以这个巡守队对着社区的安全守护社区是非常重要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鼓励性，咱希望这个城市。的安全社区的进步是每一个人共同来参与。因为一个社区啊，一个彰化市要甲发展，一定要治安、交通，一定要做好。啊，所以咱巡守队的这弟兄啊，过去咧付出，啊，相信大家拢看有。啊，所以啊，咱彰化市公所啊，也几多年前就编了这个预算，啊，来补助啊，咱这社区啊，巡守队的这设备啊，甲伊内底的这装备。啊，上主要嘛是要带动啊，咱彰化市咱的市民会使安居乐业。现在县市长表示，除了编列330万补助款协助消防相组队添旧装备，另外也颁发104,000元的奖励金，来肯定112年得到职业的社区消防相组队，希望大家做伙努力，让社区民众能当安心生活。在彰化新闻业，有彰化彩虹报道。